斑点狗为什么那么臭？斑点狗狗身上臭是因为没有定期洗澡，不注意卫生，或者是清洁不到位造成的，所以要特别注意狗狗的卫生。虽然斑点狗是短毛狗，但是也是需要洗澡和驱虫的，否则很容易感染皮肤病。平时最好2至3周帮狗狗洗一次澡，洗澡的时候注意耳朵、爪子、肛门腺这些部位。耳朵可以使用棉签擦拭，爪子的缝隙要彻底清洗，肛门腺也要挤，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少狗狗体味臭的情况。饮食上尽量选择清淡一些的食物，不要喂太咸或者是太油腻的食物，避免狗狗皮肤油脂分泌旺盛，容易产生体味。